追攻，来吧，追平4-4。跟单打相比的话，单打因为你一个人打，你可以随便跑，对，一个随便跑还。他的9-6，黄奕琪，马汉马领先，10-7，拉起来，这样的判断也不是非常准确，拉起来。 那么黄颖琪和刘涵拉起来，进攻下一个人就很难防守了。这个也同样的，李猛发力的话，可能造成无谓受太多。拉起来，好球！这把球基本上就是，就是必须要拉上，而且拉上你必须一定是打不回来的。对，这把球，嗯，想法是对的。 漂亮，线直线就短，对，也难度比较大，难度比较大，因为是漂亮，连续的一个进攻，漂亮，好球，无畏手，就像我之前打双打时候，就老汉的一个打法，对对，像现在女，因为美优这个这对组合，他一点特点也打出来，因为。 都比较多一点，对，相对来说，对，青少年这一轮他那个训练时间各方面还是没有。好球，拍过去，对面拉过来，对，跟不上，对，地方慢一点，高调，先保证命中率。节奏其实双打就刚刚好，感觉，嗯，漂亮。 擦网，拉起来，漂亮，拉起来，哎，漂亮！这把球是没有想到，准备不足，准备不足，没有想，他看队友发了一把这么大的力，想的可能没了这把球。